18日下午在首尔上岩洞举行了韩剧 W 的制作发表会。W 是韩国 MBC 电视台于7月20日首播的奇幻爱情剧，由李钟硕、韩孝周主演。该剧讲述了现实世界中的女医生偶然地进入到人气漫画 W 的世界，与漫画男主人公相遇后发生的悬疑浪漫爱情故事。李钟硕在剧中将饰演前奥运会射击金牌得主，后来凭借风险事业成为青年富豪，也是人境的天才。这是李钟硕自匹诺曹后时隔1年半的回归作，韩孝周更是从6年前的同一到现在才回归荧幕，两人在此剧中会有怎样的合作表现，相当让人期待。被问到两人合作的感觉，李钟硕表示，我觉得那첫인상은하얗고길고예뻤어요 그리고말투가워낙에되게매력있는말투라가지고되게열심히사랑하면서촬영하고있습니다네저도종석씨를이번드라마하면서처음뵙게됐는데하얗고길고멋있었어요 네근데목소리까지정말좋고韩孝周这次是时隔6年回归，被问到理由，韩孝周说：“그동안하지않은이유는특별한이유는없고요항상대본을가장중요하게생각하고작품을하게되는것같은데그럴때마다고르게된대본들이항상시나리오였던것같아요특별한이유는없었어요李钟硕将和金宇彬的任意恋同时间竞争，被问到感想，李钟硕说。이게소문난절친인데요우빈씨가공교롭게도동시간대에방송을하게돼서사실은전에제가 W 결정을하기전에우빈이가까메오부탁을했었어가지고저는사실출연을아무래도하게할뻔했었어요그랬다가 W 가편성이동시간대에나게되면서못하게됐는데사실저희는영원의동반자라고생각이들만큼거의동생관계이기때문에경쟁보다도그냥잘되는사람이밥한번사자그정도로네얘기를주고받고서로파이팅주고그러고있습니다